我们做保镖的有三大基本原则：无条件保护雇主的安全，无条件听从雇主的命令。我们拍的是恋综，不是动作片。哈，西西啊，你让你的保镖不要这么敬业行吗？日记不能与雇主产生私人情感。今天拍摄辛苦大家了。刘金燕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陆金言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想弄清楚我到底是谁。恩月，记住，你就是徐西西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查明真相是再正义不过的事情。放手。